OK，那我们就来快速分享一下这个空间。OK， 那我们就快速来分享一下。那这边原本有一块大。OK， 那我们就快速的来分享一下。那我们这边原本有一块大木板，白色的大木板，我们就把它拿走，这样子这个柜子才可以打开。好，那上面原本有那个灯这样子夹着，那线是这样垂下来，我把它挂到我们的线的整理的地方。然后你看这里还有一个 AC/DC 的电池，还蛮好用的啦。好，那我们接下来看一看，我们就把控光设备就把它丢到一边。然后我们的灯两盏还在里面，那600D 在我的身后，它就是比较常用的灯。那300D 比较是出去的时候需要比较多盏灯的时候才会带，那这两盏就放在这里。好，然后上面就有一些柔光幕，我觉得也还蛮好用的。然后我们的钢琴跟小提琴就放在我们的影像稳定器上面，就主要的位置都是一样的，只是我们在想说，我们在整理我房间最后这两面柜子的时候，应该想办法把它们塞进去，就变成这两个影像稳定器的部分可以把它放到柜子里面，这样子这个里会比较干净一些些。然后还有一个电子影像稳定器 Ronin-M 也在这个气密箱，我也想办法要把它丢到柜子里面，那就是下一集在思考的问题啦。那我们这里原本有一大叠的书，还有我们的背景布，超大背景布，我们再想办法塞到柜子里，反正那个就是下一集的事情。那我们这边就大概整理好，清干净，这样子完美的状态。我上面还有两个小夹子啦，就这样。